我也来一个，你也扔得好远呢，是吧？哎，等等，这颗石头真漂亮，真的好漂亮，它会不会是块宝石啊？一定是宝石，走，咱们把它放到藏宝地去。 你是我藏宝贝的地方，你谁也别告诉。我家池子里还有好看的，这几天我捡一捡，都拿给你。好，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。你要走了？去哪里？跟我娘回家，我家在扬州。你走了，会忘了我吗？外公家我以后还来呢。可是，也许你要等好几年，你才会再来。 那你就把你的名字告诉我，这样我知道了你的名字，我就不会忘记你了。我真的不能说。